你都不知道，之前你一直反反复复的，让我没有安全感。那一阵子我都一直做噩梦，都会梦到一下子说你很爱我，一下子又狠狠把我推开。对不起，我以后不会。以后我只会做好梦。不再做噩梦了。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的抓住你，保护你。我不想要再失去我最爱的人。Run!
到你弃权的瞬间。在黑暗中相遇相爱，虽然不知道哪时候才能飞到光明里，但是平凡，因为有你，我真的不在乎身在地狱。今天我来服侍你。走，30秒，虏获男人必胜大绝。什么？第一招，来，跟我一起 move。move。摸自己的身体，开腿，手，然后，打自己屁股用力，哎呀，不是啊，你要把自己想象成是一只扒着大树的无尾熊，而它当然就是那棵大树了吗？了不得 ，touch 它，重点是要让它看得到，吃不到。第二招，用你的嘴巴喂它吃水果。首先，你要很迷茫的看着那颗樱桃，然后拿起那个水果，眼睛闭起来，在你的身上或脸上游移，游移。Yeah.
刚刚那个不算。我们再来一次。哇，怎么那么热？哇，空调是没开啊！我去看一下。这空调是该坏掉了。我去柜台拿遥控器。哎，怎么反锁了？哎，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你的心意，但这样子我真的没办法。郭老君，到底对我有什么想法啊？费那么大功夫勾引你，一点都不配合，也不领情，根本就没有想要更进一步吗？Mickey。我想对你更亲密，你想招惹我，恭喜你，你达到目的了。不要先接电话。